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 大熊哥哥。今天的小太阳防疫大作战，我们要做些什么呢？首先还是一样的，要像小可姐姐一样，用正确的方式洗手。再来就是跟我一起动动身体，跳起来喽！今天我们要唱跳肚子饿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肚子饿的时候会咕噜咕噜的发出声音呢？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咕噜咕噜咕，下面关开，然后关开，拉下来。拉下来，转个圈圈，再来一次，咕噜咕噜咕，下面，上面，关开，拉下来，拉下来，转个圈圈，转转，左边，前面。学会了这首歌吗？赶快拍上 video 上传到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， 并 hashtag 小太阳防疫大作战。偷偷告诉你们哦，如果有拍 video 的，可能会得到一些小惊喜。这段期间，我们就乖乖待在家做做运动，加油加油！